咱们前不久也是中兴通讯，不是受了美国的制裁嘛？其中呢，我们光通讯的一些核心的芯片，目前呢主要是依赖进口的，所以这方面呢也需要也呼吁，国家呢支持那个对科技成果这个转化的那个力度，把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出来，要套上了我们真正的我们自己国产芯片的那个发展上去。 主要就是种养殖这一块的规模是很容易上来的，但是在这个精深加工、在品牌的建立以及在后期的市场营销，这个呢还需要一些大的龙头企业来引导，否则的话，光靠农民、小农户或者是集体合作社一些小规模的话，很难体现效益。 回顾过去一年，成绩来之不易。我们面对的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，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，多边主义受到冲击，国际金融市场震荡，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。我们面对的 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，新老矛盾交织，周期性、结构性问题叠加，经济运行稳中有变，变中有优。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，我国经济发展在高基础上总体平稳。 稳中有进，社会大局保持稳定，这再次证明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有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、智慧和力量。中国的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。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。